送噶？好似數碼暴龍嗰啲小朋友。恭喜你啊！要挑戰呢個 Oscar。冇人想聽你機喎，點會咁嘅？因為我講講一個咧，係我心中最未崩壞的部分，一個是星河事情，所以發放你哋的能量俾我吸收。好，好，咁我哋就請翻喺隔離等待一陣先。我哋咧就直接將個台交俾 Oscar 啦。設計呢首歌是因為我想將這首歌送給我自己，因為都 Year 3了，那我想即借這首歌去跟自己講一些說話，希望大家可以在首歌裡聽到你們講的東西，讓大家聲響前程。Thank you。
咁而家請 Oscar 同 Rico 交換位置。咁而家咧，我哋進行一個簡短嘅拉票環節先，我哋俾 Oscar 先。係咯，希望大家投啦。follow IG 咯 ，PP 第時 Oscar。咁大家好，我係 follow 翻去 IG 啦 ，RIK0U0， 多謝大家，希望可以投我票 ，thank you。即係叫大家揀呢個拉票環節，就係揀斷就冇得再揀斷啦。多謝大家。咁我哋而家就嚟呢個最後十秒嘅倒數啦，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
一好，咁我哋網上嘅投票咧就截止啦。而家咁我哋就請評判嚟講一下評語先。首先講咗 Oscar 先啦。我覺得你唱呢首歌嗰時候，好真誠嘅。但可能今日唔知係咪狀態差，或者可能聲音上面有影響，就表現差咗少少。因為我以前喺其他場聽過你唱歌，咁我覺得嗰陣時嘅你係好啲。不過就限於今次啦，係啦係啦，冇計，公平啲係啦。咁就至於 Rico 咧，我覺得你把聲係好特別嘅，我幾中意嘅。跟住唱呢首歌都好適合，係啦。咁就可以開發多啲可能性，即係聲音上。哦，大家今日都有瑕疵嘅，講真的，係啦。不過我尤其想同 Rico 講，我知道你即係 gone through 緊一啲嘢，係啦，所以可能對於你嘅心情會有盪漾啦，或者今日嘅發揮，我覺得兩個嘅聲音其實都特別，係啦。你咧就喺曬繼續困喺呢個心口度嗰啲 chest voice 嘅時候，你咧就上曬頭咁樣嗰啲咁樣啦，又係一個星區嘅大對決。我好想鼓勵 Rico 你，我覺得當你去揀咗呢一首歌，覺得真係有啲心中尚未崩壞嘅部分，希望你用音樂繼續可以幫到你行落去，我覺得呢樣好重要，係啊。縱然今日有好多唔穩定嘅地方，但我覺得冇所謂，因為你唔係淨係唱今次，你係我會想繼續聽到你聲音嘅其中一個歌手，調整好自己的心態。同埋狀態，我最中意嘅聲音嘅，講真，加油！好，咁我哋而家咧就嚟公布我哋嘅線上投票結果啦！哇，我想話俾你聽，這個仲近啊，今次係51%比49%咯。咁51%嘅係 Oscar， 好，我哋恭喜 Oscar 係獲得線上投票嘅呢一票嘅。咁因為 Oscar 咧係四票制啦，所以咧係會有 band 嘅一票。我哋 band leader 會投俾邊個咧？係投俾魔王嘅。好，咁即係我哋而家係台主一票，魔王一票啦。咁我哋又將呢個票數又翻返去評判嗰度先。健哥都識搞飛機喎，搞飛機係咪？恭喜 Rico， 目前係兩票嘅。咁我哋最後票又返返去 JR 手上啦。頭講咧，當出現平票嘅時候 ，JL 嘅票數比例係變為 1.5， 所以而家係 Rico 兩票，而 Oscar 係2.5票嘅。咁我哋恭喜 Oscar 成為咗我哋第二屆，因為佢係台主啦，佢勝出咗，所以佢成為咗我哋第二屆 Starlight Tier 嘅第一位正式學員嘅。恭喜！輸咗都唔好灰心，我哋以後都係會再見嘅。好，咁請大家係兩位都係攞翻台先。好，咁我哋咧。